英短掉毛吗？英短掉毛吗？我们说的英短呢，包括以颜色来分的话，比如说渐橙啊，或者是这个蓝猫，或者是其他颜色的这个英短，以及后来人为的这个交配出来的一些其他颜色一些英短。那正常的话，英短呢是不掉毛的，甚至说是掉毛很少。那比如说后来发展成一些像毛比较长的这些英短，那它掉毛相对来讲比如说纯种的这个，或者是说蓝猫掉毛要多很多。那掉毛呢，一方面就是跟品种有点关系，另外一个就是后期的这个饲养，就是我们说的吃的、用的、洗的这些来综合决定的。那有很多就是比如说饲喂的比较好的，那它也不会掉毛。另外一个就是在洗护方面做的比较好的，它也可以减少，甚至说感觉不出来它有掉毛的这个现象出现。所以综合起来讲的话，掉毛的话是跟上述这些原因有很大的关系。小提示：纯种英短很少或者说基本不掉毛，人为交配出来的其他颜色的英短掉毛会比纯种的多很多。另外，后期的饲养、饲喂和洗护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话，也能减少英短的掉毛现象。